一个比较快的方法，就是录制剧集来修改。我发现呢，这个方法应该会比较快，而且会比较有感觉。你会觉得，哎，我真的可以用，而且呢，在工作里面还真的可以派上用场。后面我们有很多的范例，都是用类似的概念。如果你不会没关系，但至少你要会录制剧集。所以哈，上班如果有时间的话，没事，只要你工作里面会有重复性质的动作，你就把它录下来，变一个按钮，按下它。反正呢，反复的练习录制剧集，第一个，第二个呢，录完之后哈，你要知道你录什么东西，在哪里。好 ，OK， 然后呢，再来就是学会简单的 VBA 的编修，大概是这样子。OK， 你可以编出很多东西出来。好 ，OK，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要把刚刚的东西变成两个按钮，怎么做？一，开发人员里面哈，第一个哦，请各位先把那个刚刚的动作彩排过哦，我刚刚做的动作，请各位要注意一下，一个动作都不能做错，因为你等一下录的动作哈，录错了哈，程式也会帮你写出来，也是错的。好 ，OK， 第一个呢，请各位注意一下，按一下开发人员里面录制剧集，名称的话呢，也许叫做资料剖析好了，好，这个名称我们自己打的，按确定。你按确定之后的话，请注意哦。按确定之后呢，你等一下做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帮你写程式了。好，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你所有做的动作都会被录下来。OK， 就有点像是哈，你现在真的有个摄影机对着你，你的一举一动啊就不能 NG 了。OK， 不过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错了。你 NG 之后啊，将来你如果看得懂那个 VBA 帮你写，你可以把它删掉没有关系啊。不过尽量呢。还是一次到位会是最好的。OK， 好，按确定。好，接下来哈，我们第一个要做什么呢？选取要剖析的范围，所以请你选取 B2 到 B8， 它会帮你写一行程式，它会用什么呢？哎，范围物件去对应嘛，哈。所以呢，你刚刚选这动作会是 range， 有没有用那个 range 的物件？啊，所以。这个范围的话呢，它会对应到一个叫 range 的物件，啊，反正哈 ，VBA 里面呢，它会用 range 用物件来表示你现在所跟你互动的东西是视觉上的东西哈。那后面的话呢，叫什么呢 ？B2 有没有到 B2 到什么 B8 哈？点 select 后面有个方法了 ，select 了哈，它写了一行。这个是他帮你写的，等一下你们可以找到哈。那再来做什么呢？再来就是说呢，我在切到资料里面，不过切资料他不会录哈。资料剖析，资料剖析里面固定宽度下一步，然后呢去选好 OK， 然后呢选的时候要点准就好了，按下一步。然后呢，哎，不会录此栏，这个不要，这个也不要，你要的留下来，不要就不要选取。那因为我要的只有三栏，所以后面呢，它将来目标储存格哈，也会直接先把第一栏，哦，就直接怎么样，帮你丢到哪里呢？这一栏有没有丢到第一个？那这边还有一栏，就丢到第二个，这个就丢到第三个，因为剩三个了哈。啊，未来如果你有很多栏，反正它一栏一直往后面丢就对了，也就是从哪一个开始，从 B2 开始。自己帮你丢过去 ，OK， 好，大概是这样的逻辑啦。所以按个完成之后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它会出现您要取代吗？按确定，好，这样就完成了。完成之后的话呢，如果你这些动作都结束了，对不对哈？请你按一下什么呢？开发人员里面的停止录制。好，那你录了哪一些呢？请你切到剧集有没有？里面有个编辑，有没有？这个剧集就录完了，编辑它。有没有发现程式录下来了？其实程式呢，基本上哈，只有把前面那个注解拿掉好了哈，前面那些多余的，那你做了其实只有两个步骤而已啦。一什么呢？选取范围有没有？第二个的话呢，它帮你产生什么？二，它做资料剖析啊，特别注意哈，在 Excel VBA 里面哈，其实资料剖析的名称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叫做。一个方法叫 test to columns， 哎，有没有顾名思义嘛？所以其实哈，在那个Excel 里面的英文名称哈，对应到那个资料的资料剖析哈，其实应该
就是名称其实就是 test to column 啊，只是说中文翻译叫资料剖析，不过翻译的也倒还 OK 啦齁。不过如果应该要直翻译应该什么文字转栏位，可能会更容易了解，不然你叫资料剖析齁，感觉有点绕口齁，因为资料剖析感觉好像在那个什么呢，手术台里面做手术一样的感觉，剖析齁 OK。不会翻译的比较文雅一点的，但是你知道意思就好了。再来后面呢，基本上它会加好几个参数，这好几个参数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刚刚资料剖析里面跳的视窗，它借由视窗引导你给它一些相关讯息，它去做后续动作，帮你丢到 指定的那个储存格上面。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边后面呢会有一个叫做什么 destination， 有没有，这个后面呢只要一个冒号等于的话，前面的东西叫做这个什么呢 test to column 的引数，这个一般叫参数了，这叫参数名称，这个叫参数，我丢一个参数什么呢，就是应该叫目标储存格吧。所以刚刚不是有个目标储存格，我把它指向 C2， 所以 C2 的话它用 range C2 来表示，然后呢 data type 指的是资料格式，它有什么呢 ？Excel 固定的，这个就长开头一定 fix 就是固定的 width 固定的宽度，不就刚刚我选的对哈？所以呢后面的话呢有个逗点，那特别注意这个空白加底线指的就是我的下一行跟上一行是接在一起的。但是呢如果你在 VBA 里面如果说你有个底线空白加底线的话，它会把你当成同一行。可是如果你直接 enter 的话它就会出现错误你不能，假如说你那个程式特别长，但是你不能直接按 enter， 可是那你要怎么样让上一行跟下一行接在一起，这个有个技巧记得这边以后如果你要让它接在一起的话，记得先空白加一个底线，反正空白加底线再按 enter， 它就会帮你把什么呢上一行跟下一行当成是同一行特别重要，你不能直接按 enter 就不行其他语言当然可以啦，像 Java 就可以啦或者是其他的 Python 也应该可以，反正按 enter 就，但是 VBA 不行好，那第二个就是什么 field， 这个是栏位的 information， 栏位名称的话有个 array 啦，那 array 的话我记得就是这个是第几个字，它的第一个字不是一是零开始，然后呢要不要显示九的话是不显示啦，一的话就显示，所以从第几个字到第几个字要不要显示，它里面有个 array 所以这些讯息其实就是决定要不要把这些东西呢要显示不显示，然后最后的话呢大概就这几个参数啊，这个通常是 true 啦这个参数通常是 true。 OK， 结束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具备有资料剖析功能，这第一个按钮。第二个按钮呢请各位再录制清楚，那清楚怎么录制呢，一样这个开发人员录制聚集，然后呢这边的话呢输入一个什么清除，好，按个确定，那其实怎么录，一选取这个范围，二 delete， 好，这样的话呢停止录制，录完之后一样会切到聚集里面的编辑，有一个清除，那你会发现它录下什么呢，其实这个其实我建议啦各位还是如果可以的话请记得养成好习惯自己加注解，那我一后面点其实底下后面要至于要填什么请自己再填一下，你到底做了什么，比如这个是选取什么呢，这个C2 到 E8 的储存格，2的话呢做范围的什么呢 clear contents， 其实关键就是这一个就是清除，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这边 selection 点点下去里面的话你可以怎么用 clear content 或 clear 其实差别就是如果你用 clear 的话其实 clear 是什么清除全部 OK， 那如果 clear contents 是清除内容 OK， 所以注意一下，那其实这个对应的地方跟那个常用里面的那个这边也有了清除全部是 clear， clear 格式的话 clear format clear contents，那还有什么 clear comma 就是你那里面的那个注解，那当然如果你记不得那么多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其实就是什么点下去在 range 后面也可以点，这边有个清单，你看 clear 这边有出现吗 clear clear comma clear contents
format 还有 note、哦、就是它的里面的那个记这个、哦、注记吧、哦、OK、哦、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呢我们大概做完之后的话，再来就是做按钮、哦、按钮的部分的话呢，我直接在12再来的话呢，就是直接在开发人员里面有个插入表单控制项，你可以在旁边拉一下，那这边的话会跳出资料剖析，把这个复制一下，好，然后呢这个把它贴上，那一样的方法了、哦、就是在我习惯是复制一次然后再贴，因为这样的话呢确保它两个按钮是一样大，然后按右键重新去指定它的名称，把它改成什么清除。好，做完之后的话呢、哦、这两个，那如果你要把这删掉按 Ctrl 键按 Delete 就可以了。 OK 好，那搬移的话、哦、就按右键再按 左键 Ctrl 键 Ctrl 按住再按左键，如果你要搬移的话这样就可以移动它。 OK 好好，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呢，其实、哦、按一下按钮试试看，哎，有没有？不过它会跳这个清除，哎，有没有 ？OK 了。其实你什么事都没，你程式什么都没写，但是呢，你用录制句子一样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OK， 不过哈、哦，但是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局限，什么局限呢？可能几个问题啦。后来做完之后，同学就问第一个问题：老师，为什么最后一直跳这东西？可不可以把它关掉呢 ？OK。那可以啊，好，不过如果你要把它关掉，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自己写 VBA。 OK， 就是说呢在录制句集的基础之上可以再加一点东西，那可以加什么？一，把这个关掉，好，那怎么关呢？待会再讲。二，可能就有同学问第二个问题，他说老师，如果未来我增加